哎，机灵机灵，你等会儿，我先放一下花。没有没有，你忙你的，我就跟你说句话。朱赞姐老师，祝你天天开心，玩的开心，玩的尽兴，然后也希望你的鱼和你的动物们，你的植物们能够每天健健康康的。好，就这样，咱们下次再见。拜拜。你开视频啊？不要吧。你在干嘛嘛？那你戴个口罩，你戴个口罩，戴个帽子。你别闹，咱进来了就不能让你这么愉快的走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我应该怎么把你给放大？你不要把我放大，没事，我就刚好刷了你直播，我过来跟你说句话，然后就啊，你知道？不，哎，不，今天看我直播了吗？今天你看，你没有看我直播，你没有在我的直播间买东西，你在分享绿植，我在分享吃的。不是，因为我今天我就没有看那个抖音。啊，好，没事，我就是看到，然后跟你说。给你刷了个礼物，我觉得应该露个脸。谢谢你的礼物，特别美好的寓意。哎，不用谢。我记得我之前就是你打开的时候是那种大头的，为什么现在你变成小头？因为我是作为观众去跟你连的线，我不是作为一个开播的人给你连的线。不懂。是啥意思呢？我给你讲一下，意思就是。如果我也在开直播，我给你连线，你就是我们俩就是一人一半儿。但是我作为观众跟你连线，我就是一个比较卑微的小人头啊，我就是一个小人啊。没事儿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也可以变得很小。没关系的，我就是个小人。好的，那你就上播吧，上播吧。不上播，我今天播了好几个小时，好累的。我上来跟你说说话，没有就过来给你打个招呼，我就消失了。行吧。盛情难却，谁让你直播间2000多个人盛情难却，想看一下我们两个同框。不，主要是想看你。想看我吗？我没有那么大的魅力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不要搞这气泡音好不好？我觉得还好吧。别这样啊。没有，就给你打个招呼。下播了，我要去洗澡了。行吧、去吧。对，上来跟你的粉丝和我的粉丝和我们共同的粉丝打个招呼，然后就走了。新进来的朋友，如果没有关注纪理的话，请点亮纪理左方的小红心关注一下。哎呀，不用，大家我在榜三，大家点榜三的关注就行了啊。然后也希望大家对给赞赞点赞，然后跟他在这个他的绿植小课堂里能够学到东西，收获快乐啊。好的呢，拜拜，你早点休息。拜拜。